Hello，大家好，我是一万，今天呢就给你们来讲解一下新版本该如何玩。好，然后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版本的分路情况。首先呢，官方有他自己的一个推荐啊，首先是一个E字写的，这个是经验路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所谓的大多数玩家所熟知的上单这么一个概念，对吧？他这边列举了很多战士类的英雄，像最新的英雄巴特兹、卡里德、黑龙、西亚维亚，这些大部分的都是可以走这个经验路，包括他也官方也放了一些什么神乐啊、星梦啊、嫦娥这种英雄在上面，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好吧？然后呢是中路，中路呢就是中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他就是放了一些法师在里面，大多是法师，然后也放了什么克劳德、格兰杰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没什么毛病，但是肯定是不如有控制的法师来的更加合适，对吧？然后第三个位置呢是一个游走位，也就是所谓的坦克辅助位。现在这个版本呢，辅助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吃香的，因为上单是就经验路其实是不够肉的，然后这个游戏又没有什么坦克打野，所以说坦克位只有辅助，就是这个游走位来承受。那这样的话，你选一些什么安卓拉、奶爸这种东西来当辅助就已经不够肉了，就觉得后期可能会很脆啊，这就是所谓的软辅和硬辅。那么我觉得当前版本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像人马、罗伊塔这种比较肉的保护型的坦克会比较好一些，好吧？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打野位，就是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从这个 Next 版本之后，无尽对决这个游戏终于有了打野位。那么大多数的是有一些刺客啊、战士或者有位移的东西，这些呢就是官方所推荐的。当然我觉得有些英雄肯定是上不了打野场的，比如说像莱恩洛克可能还好，像拉普就打得很慢啊，还有比如说猴子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虽然说猴子要走也只能走打野位了，但是对吧，懂都懂，我就不多说了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金币路，金币路真的有非常高额的金币可以吃，一会儿我们会讲，就是所谓的大多数后期的射手，他这边官方也是给的全部射手在这边，没有其他的英雄。那我觉得像一些后期可以主 C 的英雄，像莱恩洛克、弗雷亚这种，就是上个版本的 C 位，他也是可以去金币路，然后后期发力的。The Dragon Ball is back.然后呢，我们就来展示一下这个地图上的一些更改。首先呢，就是这个小地图，你们进游戏会发现，地图左上角、右上角会有一个金币的标志和一个 EXP 的标志，就是远离神龟的那条路叫金币路。你看神龟一个倒计时在下面165秒、164秒这边显着啊，然后靠近神龟的这条路叫做经验路，这两个是随机刷新的，根据神龟的位置。那么经验路和金币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前七波兵的这个炮车的一个区别。我们补到炮车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眼。你看，它有个金币提升122的标志。就是前七波兵的这条金币路上的炮车，每个会增加50%的金钱，这就是为什么金币路上的英雄发育特别快，就是为什么要让射手去走这条路。然后另外一个呢改动呢，就是这个塔皮，就现在前三分半防御塔会有一层塔皮，就是这个黄色的盾，你可以从小地图可以看到，你会发现上面的塔皮刚刚我们被打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它只有一半了。那在这个塔皮上呢，攻击他周围的所有英雄都会分到一定的钱，他总共所有的塔皮是360块钱。如果你一个人把这个塔皮全部打完，那塔皮掉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在，就都整个人都在这个塔的范围里面，那么你就会获得360块钱。如果你是两个人在范围内，你就会每人获得180，它都是平均分的，根据在场的这个人数来平均分的。而且你并不需要对这个防御塔造成伤害，你就是只需要
叫什么，你只需要就是在塔的周围你就能分到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经验路，经验路呢就是七波兵的这个炮车，你看 EXP 升值，就是所有前七波兵的最后一个炮车，他所获得的经验都会提升 50%。 所以走经验路的这个英雄呢，他发育的就快，就是会比别人先到四级，就是那些战士就是非常需要四级的那些英雄来走。就是前期其实并不是吃经济的，前期是吃等级的，就是说如果你这边战士的人的等级比较高，然后到了四级之后，你就可以和打野位一起来那个打这个龟啊，因为经验路它设置的就是离这个龟比较近的嘛。这就是金币路和经验路，就是一个适合战士走，一个适合射手走，一个需要等级，接着就是一些战士嘛，前期强势的战士可以用。然后金币路呢，就是让射手走，让后期他有足够的经济能够打出足够的伤害。然后还有一个改的就是这个河道之灵啊，就这个东西现在两边只有一个了，应该第一个刷的是乌龟的对立面，这个已经是第二个了，所以是在那个乌龟这一侧。这个东西呢不再回血回蓝了，但是在河道上它有一个增加移速的效果。你看我现在的移速在河道上，我的移速是416，然后我们走到陆地上，我们的移速就变成了351，它可以加40点的移速。Now I am one with my spear.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如果你不带猎杀，你是没有办法购买打野刀的啊，你是没有办法购买打野刀，它这边是灰色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大体上这个版本地图的所有改动了，其他其实一些什么防御塔啊，这些是什么降低20块钱啊，这种降低500血量，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就是这些是这个版本就是比较重点的地方，在地图上的更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位置开局应该怎么打吧，因为到后期了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根据你的英雄特性来。主要的就是这个版本前期应该怎么打，我给大家来分位置来讲一下。好，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经验路开始讲。经验路呢其实就跟上个版本的边路没什么区别，只是上个版本边路有两条，这个版本就只有经验路这一条需要用到边路英雄。强势英雄还是那些啊，跟着版本的修改，我觉得卡里德是目前这个版本最强的，能够吊起来打 80% 的边路英雄，但是当然也不是无敌的，像马尔提斯还有希尔达就很好打卡里德。而且这个版本经验路只有一条，也就是说不存在上版本边路我可能我对不上你，我就要和下路换路，然后那边发现我打不过你又换路，现在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因为只有一条线。所以说这个英雄这个克制还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在选英雄的时候要多多考虑这个经验路的这个英雄克制关系。假如说对面选了卡里德，你就可以拿马尔提斯或者希尔达，因为你知道你必定是对线对上他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线上压制他。所以这个版本其实绝大多数战士都有出场的机会，其实各个位置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版本啊，对吧？我们就拿这个经验路说嘛，就是一个单挑的一条线，在高分段经验路候选方一定是有优势的在线上。然后在线上打出优势之后呢，就要凭借着你这个优势和高等级，因为你是经验路嘛，多多帮助中路，帮助打野去配合起来抓人开龟。在前期的打架中你一定是第一个上去开团的，虽然说这波我死了，但是推掉一个塔换掉两个人是完全不亏。那么这个呢就是当前版本经验路的一个打法。好，然后我们接着讲这个版本的新产物，就是一个打野位。首先呢你必须要带猎杀啊，带不带打野天赋是看英雄的，但是你要带猎杀，因为带猎杀才能买打野刀，这个版本打野刀对野怪的伤害是增加了很多的。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打野位，因为有可能一些没有玩过英雄联盟或者没有玩过王者荣耀的朋友不知道有打野位这么个东西。打野顾名思义，它就是在野区发育到了一定的级别之后，有抓人能力之后去边路支援 gank， 然后起到一个带节奏的作用，可以说是整个游戏的节奏中心点。一般来说你可以根据英雄和双方的阵容选择红开或者蓝开，如果你红开刚好金币路在下面，坦克可以先帮你稍微打一会儿，但是不能一直跟着打野走，因为射手非常需要有人保护。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来说呢，是刷完一遍也到四级之后去抓人。但是这边我们看到金碧路双方已经打起来了，那个时候过去肯定是能够抓死人的，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要过去支援，你不可能再往上刷，一定要灵活变通。轻松获得双杀之后，继续回到你的刷野之路，一路往上刷。一般来说刷完蓝 buff 之后还要再打上面那个野才能到四，但是因为我下路已经拿两波人头，这边到四了，直接去抓这个波波。剑锋这个版本真是很强，又有伤害，又有爆发，又有位移，抓单是非常轻松的，这样节奏就起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无了，别别，我这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中路，中路呢一般就是一个人走，以大多数法师为主，特点是要清兵能力强，然后有控制，有爆发，然后支援速度快。所以在这个版本里面，法杀真的是所有中路里面独一档的存在。你想想其他的强势英雄，比如说翻新后的尤朵拉是有爆发有控制，但是清兵速度一般，然后支援速度比较慢。神乐有控制有爆发，但是支援速度一般，然后清兵能力比较差。星梦对线比较强，爆发很高，支援速度一般。赛琳娜有控制有爆发，支援速度一般，但是清兵也非常慢。所以法杀真的是清兵又快，支援又快，又有控制，又有爆发，手还长，绝对是 S 加级别的中路。两级的时候呢，去边路支援其实有点不太现实，可以拿下河道这个回血花啊、哦，现在已经不是回血花了，是移速花了。这个东西其实还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开局之后只有一个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如果你拿了，就相当于对面没有，这就是一个经济和经验的领先。再清完一波线，然后到三级差不多看一下边路情况，就可以飞过去直接支援了。但是对面这边是131啊，零也来了，所以说并没有起到太好的支援效果。那没有起到效果，就接着回中路清兵，然后到四。我们的泡泡打野在旁边已经蹲了很久了，直接配合他拿下双杀。然后看到边路有机会，直接再过去。大姐怪非常配合，把艾丽丝抬过来，然后直接一要控住之后，大招又好了，收掉人头。抓死一波人呢，就可以蹭一下这个塔皮，这个塔皮是非常舒服的，能加好多钱。好，然后再回到中路清线。清完线之后，我们再去上路抓一波。等机会，他稍微往前走一点，就直接控住开大，直接带走。这样的话，两边节奏全部都起来了。回到中路，打野来帮忙了，那就直接开打，没什么好说的，拿下第三个人头。之后呢，就三分钟了，拿下河道之灵，然后和上单和打野一起把第一个龟给拿下来，这样的话整个节奏就打开了。最后呢，让我们来讲一下金碧路。金碧路一般走两个人，就是射手和一个坦克辅助一起走。这个版本其实吃香的呢，就是那些中后期伤害爆炸的一些射手，而李舜臣这种东西已经没有用了。雷拉绝对是射手一姐，改版了之后强度得到了大幅的增强，手也变长了，伤害变高了，减速也变强了。而且他和其他中后期射手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他前期就有优势，不管是一二级的技能爆发和大招的爆发，他的三个技能全是拥有高额伤害的技能。唯一的缺点就是自保能力不足，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保人型坦克，就基本上和雷拉整把都待在一起。洛丽塔、泰格瑞尔和人马是最强的三个。我觉得这个版本就是没有保护能力的坦克是不太吃香的。如果你上去开团，射手落单了，
被对面秒掉后，整个团战就会打得很难受。因为金币路上面发育的英雄，他的金币是非常高的，在正常打的情况下，无论是打野、中路或者是经验路，没有人的经济会比金币路的人高。这波大底怪站位靠前，直接一技能晕住，然后配合雷拉一套伤害，刚好中路神乐也过来，顺利拿掉一血。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有大后期能够有作用的，大多数为射手英雄来走，射手才是这个版本的后期主 C 位。当别人来抓你们的时候，坦克一定要上前顶住伤害，你死没有关系，射手能走就行。这边我们复活回来升到四级，找到机会直接开大进去硬刚，帮射手再拿下一个人头，这样的话射手就起来了。在后期的团战中，坦克一定要有保护射手为主要目的，千万不能一个人冲进团战中去砍人，然后就不管后面的射手了，你一定要死保射手，射手才是一波团战打赢的关键。输出、杀人、推塔都不是问题。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的英雄梯度。可能有些新粉不太知道我这个英雄梯度的这个排行的规则。首先呢，就是数字越小，它的代表能力越强。就像什么之前呢，只有什么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这种，所以是数字一二。那么有比如说特别强的英雄出现，比如说刚出来的兰斯啊，刚出来的马尔提斯这种，就把他们归类于那种可以一打五的无敌英雄，这种英雄就属于 T0 级别的。然后又出现了 0.5 和 1.5， 是为什么呢？就是介于这两个中间的，所以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然后 T2 这个等级呢，并不代表一些弱的英雄，二是一个平衡性的英雄。换句话说，我觉得 T2 这些的英雄是比较完美的，往上 1.5 就属于版本的强势英雄，1以上就是需要削弱的英雄，而3、4呢，就是不太适应这个版本需要增强的英雄。我们放大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 T0.5 这边，我们只排了一个战士，就是卡里德。边路确实很强，除了西亚达和马尔提斯，其他的都能打。然后另外其他强势的经验路呢，还有巴特兹、黑龙、大铁罐、西亚达，包括坦克类的乌拉，还有周。周这个版本手感得到了很大优化，一技能非常舒服，我感觉还挺不错的。然后达姆斯，这些都是比较强势的经验路。好，让我们看左边的这个坦克。坦克我刚刚也就说了，罗丽塔，然后人马和这个泰格瑞尔是最强的保人型的坦克。在这个以射手为核心的版本，保人型的坦克肯定是很吃香的，而且泰格这次重做了之后，一二技能非常的舒服连起来，然后配合上那个大闪，开团也可以，保人也可以，非常的全面。库夫拉也是，虽然说他是一个进攻型坦克，但是他也是有保人能力的，一二三三个技能都可以保，所以说也是非常全面的。然后霸下和石头人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体系了，像一种进攻支援型的坦克，他们不是就是说和射手一直粘在一起了，他们的话其实是更加适合五排的。像霸下支援游走很快，但是你走了之后，射手肯定会处于一个没有人保护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金币路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战士英雄，但是后期能够打大把输出的，像莱因洛克和弗雷亚这种走经济路，就是他们来后期主 C。 那么像石头人霸下就可以做到一个入侵野区，配合前期强势的打野和中路，这呢就是一种进攻型的坦克，对吧？然后这边刺客大多数还是走打野位啊，像兰斯、剑锋、塞琳娜其实可以走中路。然后凡尼这个版本，我觉得会玩的凡尼真的很强，因为射手核心凡尼肯定是很舒服的，他两级就可以抓人，比其他打野快很多。然后什么林安、娜塔莉亚、半藏也还可以打，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强了。好，然后我们来看射手，射手一姐呢就是雷拉，然后还有一个上个版本的131产物的狼人。狼人在这个版本走的不是金币路的射手位，而是打野位。这个狼人打野在后期能够多一个 C 位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剑锋、狼人和大铁罐是这个版本 S 级最强的打野。另外像莱斯利、凯利、婉婉、足球、米亚这种后期的射手，能够在前期吃到不错的经济都能够起来，也属于强势型英雄。然后这个克劳德，其实我现在想想觉得 1.5 有点高了，应该把它塞到2去。然后法师大多都是走中路嘛，刚刚我就说了，法杀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啊。然后后面的矮子、尤朵拉、洛伊、扎斯克、神乐、星梦都是不错的，线上的表现不错，然后抓人爆发都还可以，就是大多数游走都比较慢，然后也有不同的缺点，我刚刚讲中路的时候也讲了，就不过多重复了。尤朵拉这个版本伤害是真的高，四级就能够秒人，之后应该也会出视频介绍一下吧。
然后辅助垒我倒是觉得法马塞斯走中路还挺强的，决决就是前期扔几个炸弹让打野快速发育挺强的，其他就没什么用了，因为决决也走的是个软辅嘛，如果你带了决决你就没有坦克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让决决走中路吧，所以辅助这个版本其实是都不怎么吃香。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T2 的平衡性英雄吧，我就挑几个大家不理解的，就是下滑坡度特别大的英雄讲，比如说阿特拉斯。阿特拉斯这个版本二技能的 CD 又削弱了，而且他本来大招就已经很好躲了，像这个版本阿特拉斯他的保人能力其实是不太强的，跟着射手走吃面具到四级特别的慢，而且也不是太好配合杀人什么的，因为你要保射手并不是整局去找节奏的，而且现在他能做到的东西泰格都能做到了，就是之前阿特拉斯出现的时候被称为是强化版的泰格瑞尔啊，他现在已经是弱化版的泰格瑞尔，对吧？他削弱泰格加强，所以说玩泰格就可以了。好，然后战士这一栏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大多数战士其实是都是有上场机会的，因为我说到这个英雄克者的关系嘛，什么打什么很好打，因为是一个单挑路。就是麦西这个东西是真的没啥用，阿拉德感觉也没什么太大作用啊。然后刺客的话掉了很多的哈尔特。哈尔特是这样子的，哈尔特呢，首先他走经验路，他并不强势，因为你跟大多数战士对线，只要这个战士有脑子，你基本上打不过他，对吧？然后第二点是，如果他走打野位的话，他得带猎杀，那么哈尔特如果带猎杀的话，他就没有石化了，没有石化的哈尔特在后期是比较好反制的，所以说他要走只剩下了金币路这么一条选择，那这样的话，他其实并不如其他一些射手打这个经济炉在后期打的输出多，对吧？所以说他就掉到 T2 了。忍者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忍者打野第一没有抓人能力，四级也没什么伤害。然后古星是更加尴尬的一个英雄，首先现在有打野位了之后，古星走中路他是没有蓝的，因为你第一个蓝肯定要给打野，那么他前期节奏起不来啊。如果你打野的话，就古星走打野位是可以带猎杀，不像哈尔特，但是他前期打野速度非常慢，需要有一个辅助一直跟着帮他一起打，那这样的话这个版本本来就已经削弱了多人打野所造成的这个什么伤害和收益之类的，对吧？而且如果你辅助去跟打野的话，你的射手就非常不安全了，所以古星这个版本位置很尴尬。有一个方法是古星先跟中路吃前面半波线，然后中路像一个辅助一样一直跟着古星，然后古星拿完蓝之后，然后再去拿红到四级之后再去抓人，那这样的话中路法师就会沦为工具人。大家都知道古星到后期肯定是没有一些传统的中路法师强的，而且这个版本很多坦克都可以死保射手，古星是很难切进去的。好，然后我们讲射手啊，大步下滑的还有李舜臣。李舜臣走打野位肯定没什么用啊，虽然说打野速度还可以，但是仅限于一个人跟着的情况下，不然他前期打野他是不能什么走一下近战走一下远战的，因为野怪会跟着你，没有有人帮你这么舒服，然后他也没控制，所以说抓人并不在行。然后走射手路的话，后期李舜臣也没什么用，所以说他跌的也挺多的。然后波波的话，这边我也讲一下，就是波波他是其实可以走打野位的，然后走射手位的话就不怎么吃香，走打野位的话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的，虽然直播的时候我没打好，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强的，这个英雄的机制啊。然后是法师，法师的话艾斯和哈里斯也直接掉下来了，艾斯上个版本很强，这个最大的取决于他的是那个 bug 没有修复，说是修复了结果反向修复 bug， 艾斯的盾可以究极无限叠，这才造就了之前 0.5 的艾斯现在掉到2，就是因为他不能叠了，而且现在就是他要走的话也就是走个中路或者经验路都可以，但是因为没有蓝 buff 你肯定是要附魔法器起手的，但是首先走中路的话肯定不如一些手长的法师来的舒服，然后走边路的话其实艾斯在线上本来就不强，很多战士都可以吊打他。哈里斯和古星是一样的，走中路没有 buff， 打野又很慢，然后那就是这样，需要一个不需要蓝的打野，就是工具究极工具类打野，但是打野他不管怎么不需要蓝，他第一个蓝肯定是要吃的，因为他必须到四级之后才能去抓人带节奏，那哈里斯没有第一个蓝就没有他的节奏了，那就慢慢发育的话就跟其他法师其实差不了多少，
就没有之前的强势了。啊，嫦娥也是刚需啊，而且没什么控制，走中路抓不了人，前期伤害也不高，所以我感觉没什么太大用。火男也是一样啊，只能打一个辅助型法师，中路清线很慢，别的人去支援了，你还在中路清线就很蠢。辅助类的话我就不讲了吧，就这些英雄，反正走中游不行，走辅助也不行的。啊，卡米拉可能还可以当个坦克位打就出肉。安卓拉，我在想安卓拉走中路配一些野核型的刺客，像什么蓝斯林这种打野会不会好？这是我能想到的安卓拉唯一打法了，就是走中路，然后能够快速到四，然后就让打野 carry。然后下面四和五的就三个英雄我就不看了，好吧？就是阿格斯、拉斐尔和猴子，那是真没啥用。好了，那就这样。这个版本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版本，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我是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版本的。这个版本是非常平衡的，你 80% 的英雄都有出场几率，就是我划的这个梯度，就是说 T2 及 T2 以上的英雄出场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我 T3 T4 T5 总共就几个英雄啊，阿拉德，然后这个麦西塔尔、古星、狮女、奶爸、娜娜，然后阿格斯、猴子，对吧？就八个英雄不能出场。古星大神要玩的话，让我刚刚说的那个打法走，感觉也是可以玩。所以说80-90%英雄都可以上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当你们熟悉了这个分路的走法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版本其实很好玩，因为所有英雄都可以上场，就不会玩来玩去都是那几个英雄了，就会更加注重于一些英雄上的克制。因为其实不仅仅是经验路上的克制，经济路上、打野路上，包括中路都是有一定的克制的。射手坦克的较量也很精彩，比如说你选雷拉手长，那我选个莱斯利，我也不虚你，对吧？其他的射手可能会被压。你拿罗伊塔，我就拿库夫拉，你大招一开出来，我就一技能跳你，让你的大招放不出来。包括中路也是呀，你萨琳娜，我神乐，你晕到我二技能解控直接走。你拿火男，我拿法杀，你清线慢，我清完线直接去游走，后期我直接大你，你打不到我。包括打野位，你敢拿这种前期比较弱的打野，像林啊这种，我就选石头人什么萨琳娜过来来反你的野，你怎么办？这种英雄啊套路的克制肯定会随着大家更加熟悉这个版本，慢慢的都会被开发出来，这个版本肯定会比上个版本更加精彩。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上个131的版本的，就是四个人保一个人，通俗点讲就是四保一啊，就是拼法语然后三个人到处抓人，太无聊了。那么也希望大家看完我这个视频能够有所收获。然后呢，我最后来放一场之前直播过的用五个翻新过的英雄打的一场排位赛。Welcome to Mobile Legends. 5 seconds till the enemy reaches the battlefield. Smash them. All troops deployed.Nothing can stop me once I've drawn my sword. The more your fear grows, the smaller you become. Everything will come to an end.Let's see who has the last laugh. The Dragonborn is first blood. A small mistake might blow the whole thing you fight for.An enemy has been slain. No.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drink with me?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I shall not rest until I restore my father's glory. Only the fearless heart can soar to the heavens. Tranquil as a poem, but raging within. What limits you is not launch attack, but the way you use it. Let's see who has the last.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Double kill. Turtle resurrecting soon.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turtle? An ally has been slain. Everybody makes mistakes, and good kids make amends. You destroyed a turret! Give life to magic, not magic to life. Heroes never fade! You have been slain. Has been destroyed. I was born a rebel.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Surrender are not in my vocabulary. Legendary! There's no future for you, lab rats.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Now I know better. I'm strong.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Thank you.
change the world, start by changing yourself. An ally has slain the turtle! Everything will come to an end. An ally has been slain. Well played. I miss Azria under the moonlight, as well as her silver longbow. I restore my father's glory.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been slain. Legendary! A small mistake might blow the whole thing you fight for. Resurrecting soon. The Dragonborn is back. Legendary! Legendary! Well played.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Nothing can stop me once I've drawn my sword.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I miss Azria under the moon. Victory!那就这样了，这几个翻新英雄都是非常强的。然后说个事儿，就从今天开始，我就以后都是回到北京时间9点直播了。每次直播都会抽取一名幸运观众，送出575钻石，欢迎大家多多来我的直播间。然后公众号呢也在努力更新这个版本所有英雄的出装，然后我也会在上面写上位置推荐，而且它的那个梯度，比如说卡里德我就写 S 加级经验路，对吧？法沙我就写 S 加级中路，像大铁罐这种可以走多个位置的，我就都会写上去 S 级打野 S 级经验路，这样对吧？然后英雄梯度呢也会随着我不断的了解这个版本会有一些微小的改动，一有改动就会 po 在那个公众号上面，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那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